五一工作室，那我是阿蒙，那在我左手边是大棒老师，吉他手，然后最旁边是吴瑜哈。那今天有我们三个为大家服务哈。我们今天会带来几首改编过的古谣哈。那首先我们欢迎董伟。春大第一首也是那个时候在唱同一歌，一个时候收一首歌，大家都有点心动的祝福。那这一首歌我有把它改编在我们的专辑里面，接下来我们是一张专辑里面叫《家家》。那一首十年之祝福呢，就是以前老人家可能他们出外面工作啊，也有可能是嫁到别的地方，然后对于说我们没有办法陪伴的一种思念，我就唱给祝福他，可以在另外地方可以很好。那就我们就是一首关于思念祝福，所以那就算了。对，你眼睛有张开哦。哎呦，好，我担心你还在睡觉。好，那我们来这首歌。请这个女方这边来准备东西来迎接他们。
迎接他们的到来，要到他家中来用歌声来跟他讲说喜欢他这件事情。然后女生这边的话，她就会准备一些吃的啊或什么的来迎接这位是男方这些人。对，那这个歌词就不一一的来解释，那我们就来听吧。好，好，等一下，刚刚没有声音。好，我再看一下那个乐器的部分。你把它弄坏了。我不用生命保护它。哎，怎么那么声音？好的，临时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叫《宝宝狼》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敏萱，那我是来自花莲玉里的阿美族，我的名字叫迪亚，哈喽。
来出门打猎嘛，我们回家啊，表达他们的思念激情，用歌曲呈现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哦，谢谢。祖先们看到我们以前时代的时候那个文化盛大盛况的样子，嗯，然后谢谢这首歌，就是叫做妮悠，然后老师乐，麻烦，那也希望你们喜欢。
希望下一张可以来唱一下哈。我们唱户的歌在此封上一下哈。我们唱户的歌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 project， 就是年轻人透过学习的过程中去跟老人家潜意，然后去学习歌谣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。那也可能会跟传统的跟老人家他们唱的长辈们唱的不太一样，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感觉出来，那这也是它有趣味的地方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欢迎大家来参加。然后呢，专辑在潮州小吃小木屋书店有卖。对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最后欢迎我还没有来怡锦，怡锦，怡锦又来了，好，那个请介绍你的歌曲。大家好，一样我是怡锦毛，来自屏东马家的梁山部落。然后现在已经雨停下来，不然我刚刚来祝大家遇水则方，怎么说？哦，晴天女孩，这种祝福很土，很中式的。遇水则方。好，那我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是赞美主的一首歌，我相信大家应该其实耳熟能详。对，然后我很喜欢某哥他们改编的这个版本，因为会更有那种节庆的感觉。确定有喜欢哦？有，超喜欢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这首赞美主。Thank you.
来个结语，那个在什么书店？啊，小木屋书店哈、哦，那个有我们的专辑贩售。那如果今天忘记带钱哈、哦，也可以上网啊、哦，搜寻唱木的歌一二三四哈。我们目前出到第四集，那第五集将在不远的将来会发行，哦、大概在大约在冬季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表演到此，谢谢大家。好。